懂台语用法，竟惹婆婆生气。我在这段时间，阮家里遐在哭啊，哎，不多腰啊，伫外口听到囡仔在哭，还是咧哭啥？囡仔哭，嗯，不多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今晚九点，女人好势力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我们现在桌上三种早餐的搭配，其实都是我们一般哦，蛮常会吃到，都会吃到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，来，这个真理早上都买什么早餐给孩子吃？哎呦，看起来信心满满。早餐，早餐买什么？哦，对啊，都买的，都买。我知道，不是因为我想说，他应该说早餐你应该会做什么？他直接跳过，直接就买了。哎，买，对，你说对了，是用买的。楼下三明治啊，不然就前一天去便利商店先买好，早上就直接带走去吃。好，是很好。哎，阿百荣，因为他们学校都有早餐嘛，所以他们大概是九点半会吃早餐。那有时候他太早起来，肚子会饿的话，我就会简单先买一些东西，因为反正他到学校又要再吃点心，所以可能就是一颗茶叶蛋啊，然后配一个牛奶啊。反正就是蛋类，我会比较倾向于可能到早餐店，可能就请他煎一个荷包蛋，然后就这样吃。像我自己本身的话，我女儿自己她都不太挑，永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牛奶加玉米片，每天早上都一模一样。我都说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口味，妈妈看到都快吐了。没关系，不用。对，然后我儿子永远都是荷包蛋。对，都是一颗荷包蛋。他说我要吃荷包蛋，我说你可不可以换个吐司之类的？他说不要，我要荷包蛋。有了，曾经有一阵子他换过了，后来终于说，哎，白吐司，白吐司每天早上都要把它烤得稍微酥酥的，对。然后他只要白吐司，然后配个什么牛奶，每天哦，或 yogurt。都是每天哦，因为说实在，因为我早餐哦，永远每天都是你也一成不变，我都吃麦片，他都是燕麦片煮牛奶，每天都一样，每天都一样，他也很好养，对，因为不是因为我怕死，太高，我怕胆固醇太高，有一天在这边血管突然好硬，所以我都这样吃。哎呦，不知道到底怎么吃才比较健康，接下来考考大家，要考大家，十个妈妈大评鉴。最后一回合要考妈妈们对营养的概念是否清楚？孩子上学就快来不及了，你会选择哪种早餐组合给孩子呢？一、豆浆加饭团；二、燕麦奶加薯饼；三、奶茶加包子。到底谁会是今天最失格的妈妈呢？其实这一道题目呢，我们要大家选的是，你买给孩子吃是最不好的。最不好，最不好，最不好的。哎呦，那答案很清楚了。很清楚。好了，各位妈妈们，准备了。太简单了。一二三，请选择。一二三。好，二跟三，前面三位艺人妈妈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表示有人觉得是失格了。不要以为我一个人就是我，一定哦，是你，一定哦。不晓得哦，好，来，所以呢，你先说一下，你这么肯定是三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个人是觉得，我奶茶其实真的不是很适合在早上喝，因为它虽然有加奶，可是它还是茶。你儿子不都喝奶茶？所以没，我只喝牛奶跟可乐，不是更牛。更糟。对，那我女儿是喝水啦，那奶茶她有时候早上要喝，可是我大部分还是加喝牛奶。所以你觉得问题出在奶茶？我觉得是奶茶的问题。然后再加上像那个燕麦粥就真的非常的好。燕麦啊，可是它配的是薯饼啊，就很像。其实薯饼，如果薯饼其实不，它那个有点过多，小朋友吃不到两块啊，其实一块的话我觉得还 OK。好像有燕麦就可以 cover 掉。薯饼都是用炸的哟。对，而且不然就是很多油。对，那像那样子的组合就很像我刚刚讲说喝可乐吃 cheese 饼干。对，就是那种心理上好像有点平衡，一个很健康的，一个很不健康的。对，但其实薯饼真的很油，薯饼真的很油。所以你们两个的看法完全一致，因为你是热量很高。薯饼是好的，不是马铃薯是好的东西，好的。它烹调的方式是炸的，对。而且你看早餐店，就算它不炸，它本身这样定型也是先炸过。哎，对，没错，对，也是。除非你用烤的，让它把油整个滴出来，不然还是不好。一二三，哪一个最不好的？好，营养师。这个题目出的慎重哦，很适合妈妈就要出现哦。好，来来来，不会有两个吧？
不晓得，很难讲。哪一个选对的？答案是最不好的，其实是。到底谁会是今年度最失格的妈妈呢？广告过后马上告诉你。